这一次呢，跟大家介绍 Hubs 怎么样来使用自己制作的 2D 图档，搭配小画家或者 3D Builder 来完成自己客制化的 3D 角色头像。在进行这个动作之前，请您记得一定要先登录您的账号，这样才可以把这些客制化的角色储存起来。那您可以找到 Mode 里面有一个叫 Change Name and Avatar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您有几种方式可以来制作。第一种方式，你可以使用小画家 3D， 它里面已经有内建一个 3D 媒体柜，里面有很多的 3D 模型可以使用。软体打开之后呢，您可以找到这个最新的 3D 机器，也可以进入之后呢，再找上面的 3D 媒体柜都可以。找到你想要的模型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载入的动作。原则上呢，我们尽量把角色的正面朝向前方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会比较正确一点。调整完成之后，您先点一下旁边的位置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做一个裁切，让它只保留在我们要的模型这边就好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模型做一个输出。另存的时候呢，选择 3D 模型，档案格式我们要选择 GLB。 回到 Hubs 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选择新建头像，在这个地方找到刚才所输出的 GLB 3D 模型档案。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帮我们汇到我们的 Hubs 里面来。最后呢，按下 Save，这样就完成你自己建立的一个新的 3D 角色。第二种方式，我们可以使用微软的 3D Builder。 这个程式呢，您可以从微软的 Microsoft Store 上面找这个关键字就能找到。那您把它安装起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打开 2D 去背的图档。如果你的档案还没有去背的话，可以利用这个 Remove BG 去背的云端服务，那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你的图片做去背的动作。我们开启 2D 去背后的图档，它会自动变立体的模型，它本身的黑色会被视为是半透明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层级这个属性往左边调整，那原本影像属于黑色的部分呢，就会变成不透明。接着呢，我们需要把影像立起来，因为预设它是躺平的，长出它的厚度。那我们先按一下汇入影像，接着选到这个物件，预设是移动工具，我们把它切换到旋转，接着我们就以这个轴向往上拉。那么拉的时候呢，您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角度的数值，我们就把它转到90度，这样子呢，您按滑鼠左键拖曳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方向。接着我们回到移动工具，我们稍微把它往上移动，让它这个模型呢可以移到地面之上，这样就 OK。 那我现在把它按住滑鼠右键，就可以进行平移的动作，一样我把它面向我们前方，那大小利用滑鼠的滚轮调到适当的位置。完成之后，我们也把这个 3D 模型把它存成 GLV 的格式。再来回到 Hubs， 我们一样新建头像，在这个地方选择您刚才所增加的这个 3D 模型，这样就可以把刚刚所做好的模型叫进来咯。如果你不想要再另外找 3D 模型，我们也可以直接利用 Hubs， 它已经内建的这么多 3D 人像的模型呢，直接复制一个来做修改。那建议您刚开始可以找不要太复杂的，先测试看看，按下这个就可以复制一份到您自己的头像里面来，按下上面的编辑。Hubs 已经内建一个头像的贴图编辑器 Quill， 打开之后它会在左手边呈现它的 3D 模型，那么右手边中间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这个模型的贴图。
那您可以把您要的图片呢，把它拖曳进来。首先我先放一个底图，它就会在模型上马上呈现出来。接着我再准备一个头的部分，您可以先拉动看看，看这个模型的位置它会出现在哪边。那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我们人头的大小，所以我们发现它在正面的时候呢，应该是在这个位置，所以我可以把它的大小拉到适当的，再来调整一下，在左手边你就可以马上及时看到。接着我再找到它的身体丢进来，一样的先调整一下它的位置，看看身体会出现在哪边。那超过这个格子以外的，它就是在侧面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需求。那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可以按下输出。当然如果你拖曳进来的图层顺序想要做调整，也可以透过这个上一层下一层来做调整，最后按下输出，它就可以把这个档案变成一个 PNG 的贴图图档。回到 Hub 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选按这个地方，找到刚才的那一张材质的贴图，这样就可以更换完成。我们就把它按下 Save， 因为我们在 Hubs 里面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呢来看这个制造的环境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自己。那我们可以透过两个方式来做，第一个就是你放一个自拍相机，那从这个上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一个目前新的造型。第二个，你也可以找另外一个使用者登录，用他的角度来看目前你所产生的这个新的造型，这样都可以让你比较清楚到底这个造型进到我们里面来之后 OK 不 OK。